桑鸟逐叹，你却不再回来。谁能轻易打破上天的安排？谁愿我是不爱方锦的，我对那小寡妇一点感情都没有。如果我做那只黄雀的话，这件事情岂不是更保险吗？你以为你很聪明？你以为什么事情都被你算到了？大叔，司机不好吗？他下不了的时候你下手，够狠。可是我问你，你使强那岂不是正随了童家的心愿了？此话怎讲？按照以前的大清律例，凡女子遭强暴，抵死不从，以死明志者，就可以获颁烈妇碑。那童家本来就想逼死方锦，正愁没有名目呢，这下可好了，借你的手赐他死，他们得碑。哼，真蠢。大叔，敢为大叔做事，我少川的计划怎么能够不详尽？您放心，从头到尾没有猎妇，真的没有猎妇啊。难道他依了你，跟了你了？你们又没有感情？哈，那倒不会，但他会死。强要了他之后，让他死，随便找个荒郊野岭的把尸首给解决了，人都没了，哪来的猎妇？到时候别说猎妇背了，他童家只剩下一个丢人现眼的笑话。谁都知道小寡妇是跟别人跑了。你可够毒的。可我只想出口气，并不想弄出人命来。大叔，这只是备条路，万一那个高丽天做事不成，又暴露了行迹，你想童善群是何等聪明之人呢？他把这件事情前一思后一想的，岂不就知道高丽天到他童家只是一个计划？你说童善群会跟你善罢甘休吗？那又怎么样，这事死无对证，要是真的曝了光，也是他们儿女情长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嘿，大叔，如果我是童善群的话，现在就该怀疑了。以大叔如此的器重高丽天，怎么能够让他轻松的离开季家去了童家？这不很奇怪吗？所以有时候该表态的时候呢，要做做样子，先备条后路。要是大叔跟高丽天已经断绝关系，到时候出了什么事，大叔你也不必负责。童善群，童善群，你出来！童善群，童善群，谢老爷，童善群，你出来！我去通报。通什么报？我季某都已经在这儿了，
哎呀，这是谁呀、啊？这么没有教养啊！老爷，是季兄啊，同谋有失远迎。童善群，你少来这一套，赶快把高丽天给我放出来。哦，原来是为了高丽天呢、啊。童老爷子，这高丽天可是我们季家马队的人。曾经是，现在嘛，情况可有点变化了。童善群，你明知道高丽天是我马队的一把好手，你公然的将他笼络于你的门下，你这是挖我的墙角，你是何居心呢？少成，老爷，你去请高丽天过来。是，老爷。不用了。童老爷，大叔，丽天，你季大叔到这儿来是怪我不该收留你。我童某人做事一生光明磊落，我可不愿背这名声。他人就在这儿，你现在亲口告诉他你的意愿，请吧。大叔，丽天，跟我回去。既然已经离开了，我不愿回去。高丽天，难道你要执意背叛大叔吗？我没有背叛大叔，同条路上各跑各的货，互不侵犯。高丽天，你替他跑货，你就是侵犯我们季家的地盘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我打死你这个！季兄请自重，在我的宅子里，你对我的客卿如此无礼，这有失做客之道吧？你的客卿，说得好啊，啊，这是我从小带大、养育栽培的人，你不费吹灰之力就为你所用，啊，好，好，哈哈，高丽天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从此以后咱们恩断义绝，他日相见，如同陌路，我们走。季兄，大叔，恕不远送。我就纳闷着呢，凭季海清这火爆脾气，他能做事你投靠我？现在我终于放心了。李天，你愿意为我童家跟季家决裂？好，你就是我童家的人，童家马队，加快准备。很好，他除了跟着你，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。你是让他跟着你呢，还是让他下半辈子在童家死守？尽快找机会接触到方锦。你就是我童家的人，童家马队，加快准备。小姐，天哥哥，你怎么？跟我走。天哥哥，我，天哥哥，小姐，你瘦了，你过得不好。天哥哥，我们不能在这见面的。小姐，我想你，每一天每一夜，我都是靠着对你的思念才活过来的。天哥哥，同喜，也是因为我们的爱，我们的思念，才死去的。小姐，你是在恨我吗？啊！我宁愿可以恨你，那样的话，我就不会那么想你了。我为了你进童家。在同一个屋檐下，我却见不到你。我知道你来了，可是我也不敢见你。你知道吗？好几次我都想直接去找你。啊，不不不，千万不要，千万不要！小姐，我们走吧。不，我从来都没想过，
我是童家的寡妇，我要替小锦守节的。小锦，不行不行，我出来太久了，我要赶快回去了。少奶奶，啊，来了。小锦，少奶奶，少奶奶，姨娘到处找你呢。外头话传得难听，说我徐凤琴虐待儿媳妇儿，说我徐凤琴那儿媳妇儿不好当，你心里头也是这么想的吧？我没有，我不敢。是不敢还是你没有啊？哼，传着传着这媳妇儿也就自然难当了，儿子死了嘛，媳妇儿也就自然是个空房的，想当都没得当了。可方景啊，你别忘了，童喜死了，我这个做娘的还在呢，我替他陪着他的媳妇儿呢。是，谢谢娘。来，跟娘说说，衣服洗了一半儿，跑到外头干啥去了？我洗着，我洗着洗着，我就发现。我发现娘的你的短褂不见了，我怕弄丢了，所以我就跑回去找。小翠，给我张嘴。姨娘，她是少奶奶。少奶奶怎么了？打不下手啊？你是替我打，我怕动了我的胎气，给我打。姨娘，不，我不能。你想让我自己动手啊？我要动了胎气，万一有个闪失呢？小翠，你就打我吧，别惹我娘生气了，你打吧。少奶奶，姨娘，你们就饶了我吧。我打完了我再告诉你为什么。给我打20个嘴巴子。你使点劲啊，绣花呢，听不见声能算数吗？少奶奶，你别这样！少奶奶，这20下是打你在外面偷男人。我没有。你没有？哦，那就打你不仔细，丢了我的褂子，总有吧？没有冤枉你吧？今天这顿打，你总是该挨的，明白吗？接着打。挨打了，来，让我看看，疼不疼啊？下手也够重的。喂，你打算让他打一辈子啊？还好了，反正他老了就打不动了。哎，他老了打不动了，还有别人呢。今天不就是小翠打的？还好，小翠下手不重。哎呀，方锦啊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留在童家呢？啊，你干嘛要为童喜去守节呢？你跟他有没有夫妻之实？你完全没有必要啊。那在我看来，如果一个女人要为男人守节的话，肯定有2个原因。第一，就是她非常爱这个男人，除了他谁都看不上，她自愿为他守。哎，你爱童喜吗？那肯定吧，根本不可能爱的嘛。第二个原因就是觉得有愧于死者，你觉得亏欠他，所以要用自己的后半生来弥补。方锦，那你觉得你有什么地方对不起童喜吗？啊，我有。哪儿啊？如果我不带他回我娘家，如果我能好好的照顾他，不让他受了风寒，他就不会得了肺炎。如果那也都是命，命中注定的，懂吗？
不是这样的。方锦，你要是真心里过意不去的话，你可以在家里守着呀，终生不嫁那是你自己的事情，干嘛一定要留在童家呢？啊，留在这儿每天还要面对那个徐凤琴。喂，你喜欢自虐啊？我不配过好日子，我愿意用我的一辈子来抵偿童喜的一辈子。哎呀，你真是够笨的。哎，你胡说些什么？我没有胡说，这本来让一个不满20岁的女子守节，就是一件很不人道的事情吗？什么叫不人道？这是她的光荣。她才18岁哎，要守30年呢。所以才弥足珍贵，所以才苦尽甘来。切，得了吧，苦倒是真的，甘倒未必了。这30年以后，福没享到呢，心都先死了。本来一个寡妇的心就如止水，当了寡妇，心还能活络？爹，您左一句寡妇，右一句寡妇。她就是寡妇。那寡妇也是人，也有七情六欲的。她不准。对，她不准有情欲，不准有想头，一滩死水就是不准起涟漪。你也太残忍了，青儿。你是个女孩子，你不懂得一个儿子，一个男人对家族的使命感。童家几代以来就是清河镇的望族，我们不是寻常人家，小门小户，多少人的眼睛在盯着我们呢？我们的一举一动，一言一行，代表清河镇的风俗民情，童家是丢不起人的。那童家人的血就都是冷的吗？啊，童家人就都没有温度，这是样板呐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宁愿不做童家的人，活在那些小门小户里，踏踏实实活蹦乱跳，敢爱敢恨，热热乎乎的过日子。你就算已经嫁出去了，所以我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了吗？爹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娘就是为了童家的光环，硬是守着活寡在童家做活招牌。放肆！小婶婶被关在童家好几年，她的双脚已经形同残废，走不出童家了。你住嘴！我不，我要说，方锦才10几岁，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，就要这样结束吗？你这是在硬逼着她为童家殉葬。你都是为了童家，因为你，因为你的自私。很痛，可是我很高兴，因为我在童家还是唯一有感觉的女人。你跟着平昭赶紧回城里吧。你我不走，爹也不会让我走的。因为我们童家是大户，有无数双眼睛在看着我们呢，我们总不能让他们看到妇女反目吧。就是做样子，也要做出父慈女孝、一片祥和的样子吧。不要再敲了，不要再敲了，娘。娘，敲敲敲，这10年的木鱼敲下来，如果他能开口的话，连他都会劝你离开童家了。
娘，你也有感觉的，你也有委屈，有怨，有不平，对吗？不能开口是不是？怕一开口就会流泪了，不敢睁大眼睛看得太清楚就会哭了。但是你也是有感觉的，你还活着，你也有恨，你也有心痛，对不对？娘，不要再忍受了，不要再受委屈了，我带你离开这里，我们离开童家，谁稀罕做童家的女人？我稀罕。娘是稀罕做童家的女人的。怎么，难道你真的不知道吗？娘想知道是吗？要论财富权势，我娘家有的是。这间屋子的招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了。娘唯一稀罕的是在这间屋子里唯一和我在一起跪拜过天地和祖宗，掀起了我的盖头，给了我一个漂亮女儿的男人。娘稀罕他那对眼睛，30年前他是那么深情地望着我，我这辈子就认那对眼睛，在那对眼睛里是绝对没有外人的。娘，他早就看不见你了。记得进童家的第一天，他拉着我的手对我说，你比我大，可是以后不许你长得比我高。我呀就永远永远地记住了他的那句话，他是我丈夫，我不能长得比他高。娘，你还不够低声下气吗？你就快跪在地上求他了。但是娘愿意啊，你们怎么就不懂呢？娘不值得的。娘，爹的眼里只有徐凤琴，她又怀孕了。娘替你爹高兴啊，她又有指望了，多好啊。娘，娘你怎么就这么没出息呢？我争这个出息干什么？我愿意看着她高兴，留在童家他虽然看不见我，可我总可以看到他呀。就算我心里有我的委屈，沐浴青灯知道就够了，就够了。真该感谢童家祖宗，童家又有后了。童氏的列祖列宗在上，子孙童善群率妻妾儿媳亲友们在此焚香祝祷，感谢祖宗保佑，让凤琴。慢着，我在谢祖宗呢，你打什么岔？有人没有到。你是说齐真？可不就是他。老爷，二奶奶呢？不在房里。不在？宅子里都找了，没有。哼，我就知道他不想让我谢祖宗。好了，你怀你的孕，你谢你的祖宗，非要把事闹大吗？我不管，他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他有我肚子里的孩子重要吗？他要是不一起过来下跪，我就不谢祖宗。哎，凤琴，闹什么呢？娘，小使神到底去哪儿了？不如我们去找一找吧。应该是在庙里。老爷，
这些年奇珍不是在家里就是在庙里，她娘家早就没亲人了。哎，奇怪了，今天她不是知道咱们家里有这么重要的事情吗？怎么能一声不吭就走了呢？就让她在庙里待着吧，想回来的时候自然就会回来了。还是找一找吧。不用。还是接一接吧。接什么接？他自己长了腿，会出去就自己回来，没那么大功夫。哎，老爷，没别人，只有我。你回去告诉老爷，他不用派人来找我，我不会回去的。回去吧。心情不好，不想回去。他找谁来都没用。二奶奶，饿了吧？您什么时候走过这么远的路啊？这山里面湿气重。我还特地给您温了酒，喝了好暖和点。是老爷想到我在这里的吗？啊，二奶奶，来，您先吃点菜。我在问你话呢。童守成，老爷以为你在庙里。庙里？但是我。但是今天家里根本没出过轿，我问了轿夫，说谁也没载过二奶奶到庙里，是您自个儿走的，所以我就猜想，二奶奶您一定是到这儿来了。二爷的坟不是在这儿吗？幸好没猜错。是你找到我的，不是？不是老爷，老爷根本就不知道您在哪儿，也没说要去找您。二奶奶，酒都要凉了，您先喝点酒吧。他都没说要来找我，他就任由我，任由我。他根本就不想知道我在哪儿，他就对我那么凉薄。夜里凉，披着点吧。他都不知道。这好的一片心，怎么真是错放了？就连守城我，都感到心疼不值。这么深的一份情，就让他给糟蹋了。二奶奶，您冰雪聪明，怎么就看不出？人家还有别人呢。你干什么？你是佟家的奴才，你竟然也敢来撩拨我！我何其真再怎么可怜，也不会沦落到让你这佟家的跟班占了便宜。就算佟山君他负了我，他怎么都还是个主子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谁允许你那只脏手放在佟家二奶奶的身上？你算什么？走，你给我滚，走，走啊，走呀、二奶奶，你从了我吧。你干什么？你从了我吧，二奶奶。二奶奶，你从了我吧。我会对你好的。你这狗奴才，我是真心喜欢你，二奶奶。你从了我吧，二奶奶。走啊，你走啊，二奶奶。你放
求你了，我会对你好的，你从了我吧。你放手！二奶奶，你放手！我是真心喜欢你。大哥，大哥！对了，我们没有要赶你走的意思啊。大哥，大哥您说过的，有大哥在就有我在，大哥您在童家我也要在童家。大哥，齐真你起来。大哥，我娘家人丁单薄，父母双亡，如果离开童家我真的不知道该去哪里。齐真，你还年轻，膝下又无子嗣，你离开童家还可以。我不要离开童家。强留你在此是不人道的呀。只有在童家，只有跟大哥大嫂在一起，我才什么都不怕。好，你愿意留在童家，代表我童家门风宽厚，能留得住人。齐真，怪只怪山文命薄啊。少成。在，老爷。你听好了，山文虽走，但从今以后童家上下须对二奶奶敬之以礼，凡是大奶奶房里有的，二奶奶房里也得有。嗯，
谁敢违背，我绝不留情。请大家敬二奶奶如敬善文，传下去吧。是，老爷。凤琴初到童家，不懂之处甚多，请大奶奶多包涵。请喝茶。啊，很好，岁岁平安，喜事落地就生根了。启真，我拿了副围棋来教你，也好让你没事打发时间。好啊。大哥肯教我，我一定会用心学的。哈，哎，这围棋啊，首复位静二字，心要静，心要定，气要沉。放子呢，有各种不同的方法。下围棋可以看出不同人的性格。我大哥一定会杀了你，启真。他一定会杀了你，他会将你碎尸万段。他不会的。启真，启真，滚！我要去告诉大哥，他一定会替我做主的。有大哥，我不怕。我一定要去告诉大哥。他若心里有你，这一天一宿早该过来找你了。绝不敢动，更不敢声张。他要你替童家守牌坊，在他的眼里，你的贞洁、童家的名声，都比你这个人重要多了。你还不明白吗？我杀了你！阿弥陀佛，你可醒了？小婶婶，你没事吧？哎，好端端的一个人，你跑到山里去干什么？要不是守城机灵，发现你不在庙里，那该多危险呢！小婶婶，你想念叔叔了是不是？好了。人能平安回来比什么都强，他身子还虚，让他一个人歇歇吧。嗯，走吧。大哥。嗯，有事？我有事想跟你一个人谈谈。爹，你就好好劝劝小婶婶吧。我们走吧。
还好没事，平安回来就好。可是大哥，我并不平安。发生了什么事？你倒是说话呀！这一天一夜在外头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不来找我？你为什么不问问我去了哪儿？你为什么现在不说那句话了？哪句话？有大哥在，不怕。为什么现在都不说了？大哥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启真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啊！启真，昨夜我在闪温的墓旁边，有人。有人？谁？他把你怎么了？你究竟是关心我，还是关心牌坊啊？究竟来人是谁？是闪温。什么梦？他来到我的梦里，他看着我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就这么看着我。他拉着我的手。哎呀，够了！启真，我在这儿关心你的安危，你却在这儿给我装神弄鬼的。如果你真的是关心我的安危，就不会任我在外头一天一夜你都不闻不问。你关心的只是牌坊，那岂不是我应该找人把你找回来，免得旁生枝节落人口实。是啊，可你却没有来找我。对，我就不去。我是谁？我是童善群，我并不是你何其真一个人的大哥。我有妻有子，有名望有地位，我有责任，我对整个童家有责任。是，有大哥在，不怕。大哥就在家里，你如果不想怕，你可以留在童家。我只是……只是什么？表示你可留可走。不要威胁我，我童善群不是为情所迫的人。八年来，我依恋你。我以为在童家只有你懂我，素容无畏，奉情呛俗，整个童家我以为只有你一个人懂我，懂得我的辛苦，懂得我的累。可结果呢？结果却是你和他们是一样的。你不想留在童家，我不强留。八年前我就说过，现在我还是那句话，你不要威胁我。你现在不再在乎我了，因为童家又多了个小寡妇，她可以替你守牌坊。你或者她守到的贞洁牌坊，风光的是你们，荣耀的是童家，是整个清河镇同姓人家，不是我童善群一个人的。只有你一个人在乎。是，我珍惜我的姓，我以姓童为荣，祖宗留的光环我要擦得亮晃晃地传下去。只要我童善群不死，我就要顶着这个光环大声说话。我要离开童家。到书房来一下，立刻。
做好女人，难上加难，要命难，要好命更难，要成就好命难上加难。